因为我发现对大家对这些印象是不是有，就觉得它是无名帝国、世纪帝国啊，反正就帝国类的啦吼。我现在也不想讲礼包了，哎呦，可是又出了这个，好吧，没讲过就来讲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官方主动去出活动。这样我们直接介绍还比较快。应该要被打回去了，一定的啊。我就知道，你看，我等下再搬好了。病魔又被 gank，所以这里的首都是雅典城哎、欸。他只能在这附近啊。他就是随机到圣域的某一个点，哦。